你最后的决定是一号还是二号？一号，一号。我不是在最后做出的选择，我是在他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做了选择。我觉得就是跟女嘉宾的聊天呢，能深深的感觉到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未来的话，约会就是今天晚上、明天早上、明天中午、明天晚上这样的频率。